法益造成侵害危害的行为，我们才要加以处罚。我简单的可以告诉你啦，刑法其实就是一个法益的保护法，所以对法益没有侵害或者不会构成危险的行为是不应该科以刑法的。例如我可以跟你讲啦，我自拍，我自残，我自杀，我处分我的钞票，就像这个撒钱怪客，我把钱一直往外撒。各位同学，你看到这个新闻报道，撒钱怪客落网，我都不了解为什么落网，我不要我的钱了，我把我的钱往外抛。各位，你就可以看到嘛，宗教专家认为这是一个赎罪的行为。我们可以跟你讲啊，警方逮捕他根本就是莫名其妙，你把你的东西处分掉，我请问你犯不犯罪？自拍犯不犯罪？不犯罪啊。简单来讲，你处分的是自己的法益，你呢伤害的是自己。那我告诉你，伤害自己我们刑法处不处罚？不处罚啦。你如果仔细的去做思考，自拍狂人最典型的代表陈冠希，陈冠希呢，他跟许多亲密的爱人在自己的房间里面拍了非常多的隐私照片，而陈冠希把他的电脑送修之后，这个电脑维修员利用硬碟还原程式，把他许多删除的亲密照片还原了。你会发觉，因为这个雁门照事件，很多人受害啊，陈冠希受害，张柏芝受害，钟欣桐受害，点点许多雁门照的这一些明星都消失在演艺圈里面。严格说起来，陈冠希是受害人。他是什么行为？他是自拍啊。那我再告诉你一次啦，残害自己的法益，他自拍侵害的是什么？自己的隐私秘密法益。自残伤害的是自己的身体，自杀剥夺的是自己的生命法益，撒钱你把你的财产法益处分，那我告诉你，这个不符合结果无价值的概念，因为我伤害的是自己的法益，我对别人的法益是没有侵害的。既然我没有侵害别人的法益，那我们不应该科以刑法。所以你要知道，你可能很唾弃陈冠希的行为，但是陈冠希在刑法的评价，他是一个被害人，他不是一个加害人。许多女明星，张柏芝、钟欣桐跟他拍这些亲密的隐私照，那是得到他们彼此之间的同意，他们是自拍，不会构成我们这一边的犯罪。相反的，什么叫构成犯罪？就是一个对法益会造成侵害或危害的行为，例如偷拍，不是自拍哦，偷拍。你伤害别人不是自残，你伤害别人或者你烧了别人的钞票，毁损国币，这个就是所谓的行为无价值。行为无价值就是行为人做了一个对法益侵害或危害的行为，而且这个行为是社会所不能容忍的，那我们就应该要科以刑法，可以吗？好，所以那我问你啊，买春，各位，在大法官四字666之前，我们会告诉你，买春基本上嫖客犯不犯法？嫖客不犯法，处不处罚？不处罚。那妓女呢？四字666之前，我们社会秩序维护法是罚娼不罚嫖。那当然，四字666呢，认为罚娼不罚嫖，这个
有违我们这一边的平等原则，应该要将这个部分呢加以纠正。那我现在告诉你，罚娼不罚嫖，好了，没有买哪来的卖，你这个死男人，你这个烂男人，我们认为抵触了某些妇女的道德规范，那我请问你，处不处罚？不处罚嘛，因为基本上一个愿买，一个愿意卖，他对于法益没有侵害，没有造成危险，可以吗？那不法的概念就很快提到这里啦。记住两点，第一个结果无价值，第二个行为无价值。先去判断这个行为到底会不会对法益造成侵害或者危险。一个对法益没有造成侵害或危险的行为，根本就不应该认定它是一个犯罪。第二个，即使你认为它侵害的法益，对法益有造成危险的可能性，我们还要考虑到这个行为是不是应该要加以处罚。所以我们会有行为无价值，就在讨论一个侵害法益或者对法益造成危险的行为，这个行为是不是社会上所能容忍。如果这是社会上所能容忍，那我们当然也不应该加以一定的刑罚，好吗？好，接下来我们谈罪责。罪责是在讨论良知，我们一直跟你讲不法结果无价值，行为无价值，都在讨论行为，而我们这边的罪责则是在讨论人的良知啊，你有没有良心啊？你怎么会干这种事情？好，一起看罪责评价的对象为行为人的良知非价之谴责。不法判断完毕之后，不法是什么？构成要件该当且违法的行为，应先于罪责加以检验。如果发觉构成要件该当且违法的行为，接下去就要讨论罪责。就像这样一个疯狂的男子抓了一个小孩，结果还把这个小孩呢用冰戳戳死，那我们当然跟各位说明啦，这是一个真实的案例事实。这一个非洲这个菲律宾的男子呢被警察当场呢开枪打死了。那如果他没有被打死，那他会不会受到我们这一边刑法的制裁？那我想这个可能有待商榷了，因为会做这样的事情的人可能呢他责任能力有问题啦，这边可能他是不是精神障碍，以致呢他干出这种丧心病狂的事情。所以你要了解，我们讨论罪责就来讨论良知。不法罪责之后，我们就认定他有犯罪。而我们一般在讨论行为是否构成犯罪，我们是采三阶理论。三阶理论是学说上的通说，我们一起来看。构成要件该当性完之后，判断违法性。违法性具备之后，我们探讨有责性。所以三个阶段，构成要件该当性、违法性、有责性，前面两者合称为不法，后者称之为罪责。所以有说不法且有罪责的行为，我们应该要加以刑法的制裁，也有就直接讲构成要件该当性、违法性、有责性。好，那我们简单来看一下，构成要件该当性必须同时具备客观要件跟主观要件。来，我们念一下，行为人之行为与法定构成要件之不法描述完全一致，则该行为构成要件该当，而这个该当必须该当于客观要件，像行为主体、行为客体、行为结果、行为情状，以
因果关系与客观规则都必须要具备，所以客观事实符合构成要件，主观要件主观上具有故意。简单来讲，你对于上述客观事实主观上要有所认识，而且要有所意欲。你要杀人要构成刑法271，前提行为客体一定是行为人以外之其他人。如果你把一个猩猩当作是人而加以杀害，你客观事实就产生了误认，那我们当然告诉你啦，这个可能会有问题，这个以后我们在错误的时候会再跟各位做讨论啦。好，当然这个就是所谓的构成要件错误嘛。来，违法性必须没有阻却违法事由，这是什么意思？第一个层次具备之后，也就是行为符合构成要件该当性，符合客观要件，符合主观要件，你杀的是人，而且你对于他是人有所认识，而且你想要杀他。好，那把人杀了之后，我们就讨论有没有违法性。一般来讲，构成要件该当之后，就表征他有违法性，除非具备阻却违法事由。例如，我为什么要杀他？因为他要杀我，我是为了防卫自己的生命法益，所以我夺过刀把他杀掉了，那我们就构成正当防卫。在正当防卫阻却违法的情况之下，那该行为不具有违法性。好，那如果没有阻却违法事由，没有正当防卫的客观要素、主观要素，那我们就认为行为就具有违法性。所以你要知道，违法性我们在判断阻却违法事由。阻却违法事由有所谓的法定阻却违法事由跟超法定阻却违法事由。法定阻却违法事由，我想大家应该都有一定的了解啦，正当防卫、紧急避难。超法规阻却违法事由，例如得被害人同意或承诺，这种就是所谓的阻却违法事由。先简单带到这里，等一下我们会看一些例子。好，不法具备之后，简单来讲，构成要件该当且违法之行为，我们再去判断行为人的良知。来，也就是有责性或者罪责。行为人借行为表达于外部的内在意识，如果我们认为应该受到非难，行为人对该行为当然应该负有刑事罪责。那有责性应该要讨论四个要素：责任能力、责任条件、不法意识与期待可能性。好，这四个要素呢，我们后面都还会跟各位来做详述。看简单几个例子，你可以看到一个人死掉了，他要不要就这个死亡的结果负杀人的罪责？如果我们构成要件该当，没有阻却违法事由，而且负有罪责，那我们当然应该依照刑法271可以杀人罪。同样的，今天你砍的是别人的手指，刑法278，你砍的是自己的手指，那叫做自残。自残你可以说构成要件不该当，因为我跟你讲，杀人伤害这个行为客体都一定是行为人以外之其他人。换句话讲啦，刑法是不处罚自杀，刑法是不处罚自残，好吗？